没必要啊！什么？你想把它丢在那？我不想，但它的尸体很快就会消失的，所以没必要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有人在这里死了，他们的尸体过一会儿就消失了。我之前看到过，真的吗？但我不能把它丢在那。你看起来不太好，你在发抖呢，还是应该先担心你自己。好可爱哟！你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昏倒。我有水，请你喝点水，冷静一下吧。信息化标准 GG 女配名，谢谢，我感觉好点了。你是谁？我名字叫戴安娜·洛夫雷斯，已经被困在这里2个月了。戴安娜，哦，nice，2个月太糟糕了。原本是坐火车旅行，我记得火车名字是午夜特快，但停了，火车停了，你到这了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们也是一样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尼尔劳顿，他是卢纳温德尔，我们在火车上认识的。很高兴见到你，露娜不会说话，所以她用那个笔记本跟人交流。哦，这样啊，很高兴认识你，露娜。你来这的时候也拿到怀表了吗？怀表？哎，我还以为每个人到这以后都会拿到呢。你们为什么会拿到怀表？现下也没有。我们必须在时间用完之前找到下一班火车，不然就出不去了。现在我们还有不到2小时的时间能逃走。靠腰哦，哪有开车也没有邪恶啦？怎么，我们找到一班火车然后逃走？我之前都不知道。如果没有怀表和说明，你也不可能知道。我没有怀表就不能上车。既然你没拿到字条，我猜你不受规则的限制吧？谢天谢地，你笑得很心虚哦。怎么了，露娜？哦，只剩下血迹了，尸体不见了，我就知道会这样。哎，什么邪恶？我这是发自内心的赞叹，好不好？他是你朋友吗？是的，我们在这遇见的，他叫新西亚米勒。他们会不会是不敢离开礼物，所以才没拿到东西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可是如果他们不开的话，根本没有办法前进啊。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是先去那扇门，但没有办法前进。然后我们把门打，把礼物打开之后，才有办法进去。所以代表说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，应该都会打开礼物才对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说谎，他有怀表，只是他故意说没有。为什么？他没有主角光环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我们没能救他，叫你在底下挡哦，你又不挡，妈的，就跟你说你在底下当肉垫啊，对不对？一尸两命多棒啊！真的非常抱歉，如果我们能再快一点到这里，是我的错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他已经被困在这里5个月了，真的再也受不了了。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进西亚。我们需要找到一列火车，对吧？你知道车可能在哪吗？这真是个问题。我在这2个月了，从没见过火车，但我对这个地方很熟悉。如果我找到了，就告诉你们。拜托，小心点。等等，我们可以一起走。啊，他已经走了。我怎么有种这一个戴安娜是在报复你那个前面不听他讲话，所以故意。你还好吗？发生好多事，但我们不能放弃，继续找火车吧。肯定就在这什么地方，对吧？要救人，神经病。那圣母吧，这是圣母吧？这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圣母与好人啊！The box is……啊，看不懂，最后一个单字看不懂。满的吗？空的，先拿走。还有个纸条。之前忘了告诉你们，这地方有点危险，所以这个东西对你们有用。它已经很旧，但我也找不到更好的。我们已经差点死好几次了。哎呀，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待着，谁受不了？是啊，空荡荡的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。
然后也没办法跟任何人接触。人是一种群体生物啊，再怎么不喜欢接触人群的，还是要有一点跟人沟通这样子啊。我认真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世界其实对他来说是很无聊无趣的。哦，箱子是空的哦，那是空的意思是不是？没提 ，OK。怎样？那个雷顿、雷尔，你又要发挥你的作用了吗？这房间这么大、啊，你要不来我家？我家房间也很大哦，这样吗？再见。嗯？那什么？眼球？不对，是骷髅头。那什么？别过来！没在雷尔一体傻小啦、啊！啊？啊？露娜？KO 是不是？还有一个，太厉害了！看来还有更多，但我们可以合作。我会告诉你下一个从哪个方向过来。小锤锤，锤你胸口，锤你脚脚，别走太远，他会告诉你下个敌人。OK， 露娜帅爆啦！露娜好帅！等一下，我先换成键盘好了，不然我故意的不是，我那个是，我，我想看我要怎么解释，我刚刚用，因为我还是很不习惯用摇杆，然后我刚刚都不小心走过头了，啊，这个其实很简单啊，你只要走到他面前就够了。看他走到哪边，我们走到面前就好了。很好看，是不是？我挡在他前面就够了。是不是？你看，就跟你们说了嘛。啊？玩这段的时候死了好几次，锤子坏掉了，我觉得那就是最后一个了。我们应该快点离开这个房间以防万一。你还好吗？你肯定很累了，但你真是太棒了，改天你一定要教教我。为什么是一个女生保护男生呢？他太废啦，他就是废物哦。这混蛋家老子送啊送，这男的是个送。送不是瘦，好不好？好像有点道理耶，靠腰。妈的，啊、这真的是来雷的，走到哪边雷到哪。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发誓。就走的时候，反正走太快，还不是很会控制摇杆哦。不知道戴安娜有没有事？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。什么车啦？只是跟你们说，这个车不关我的事哦、喔。很奇怪呢，就跟你们说我没有开车哦、喔。好的，很快离开了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我又不是那一个，我又不是嘟嘟专门开车的。嘟嘟那才是真的开车大王啊、喔！我这算什么？这车你帮我杀死，啊，他就是小白脸啊，丹呢？哎，是啊，是你们怎样不开心哦？你还好吗？脸色看起来有点苍白，觉得不舒服？我有完美对症的药，副作用包括心跳异常、胰腺发炎、体温下降和脱发哦。傻小，你是给他吃毒药吧？为什么对症的药，然后副作用是心跳异常啊？那胰腺发炎是怎样？真的是很糟糕哎、欸！小黑褐脸 是啊？他很黑吗？你也很黑吗？我没注意到哎、欸。我知道 Luna 跟那个戴安娜看起来都蛮白的啦，但只有30%左右的可能性会发生副作用，没需要担心的。我不要喝，我很珍惜生命的。确定吗？那你想喝再告诉我。更重要的是你还好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
一些诡异的骷髅攻击了我们，但我在想他们是不是也试图攻击你啊？你们受伤了吗？我可以推荐给你们这种药，是止疼的，我自己配的。我们不需要吃药，你确定吗？虽然这个黑乎乎的，但味道真的很好。我也是猜的，自己并没有尝过。你说的那些骷髅在我刚才来的时候也攻击过我，但现在他们只是无视我了，所以我才给你们那把锤子。他是药师吗？他应该是有对那个药物有点研究吧，我觉得。为什么只盯上 Luna 和我，肯定有理由。也许他们只瞄准新人，或者他们瞄准的是有怀表的人。谁知道？有可能。哦，你找到火车了吗？关于那个，对不起，我找不到。一些以前开着的门现在关上了。我想试着把门打开，但怎么也不行。这样啊，别担心，露娜和我会把门打开的。咱们来调查吧。他们针对怀表吧，而且是会动的那一种嘛，会知道太厉害了。只是喜欢研究，但希望将来能开发药品。实际上，我想到布鲁贝尔去继续学习，就到了这里。我试着做了一些实验，但大部分都只是失败。布鲁贝尔，关键是布鲁贝尔吗？他们每个人都是要去布鲁贝尔的，然后被带来这。别放弃，还有未来在等着你，你会有时间来进步的。是啊，大概吧。不动的怀表等于死啊。打不开用炸的，靠腰。猛哦。蜡烛，这边，哎呦靠腰有血，我刚才走过去，我是北齐哦。我先存档，我说真的，我不想要看那肉肉等的那一个。对啊，目前关键我觉得布鲁贝尔是一个关键的，因为他们连续好几个人讲，都是说他们要去布鲁贝尔，可是。要去布鲁贝尔那么多，玩不完，今天一定玩不完啦、今天搞不好顶多玩完第一章节已经很厉害了，第二章节应该可以稍微玩一下这样。要干嘛？我才要点蜡烛啊！哦，密码，好多尘土。1234，好，试看看，1234，排成一个 Z 之势，加班玩玩它哦。我是觉得今天应该没办法玩到第三章啊，而且我也没办法玩第三章，第三章还没下载，第三章还没下载。安安晚上好，太多车玩吗？没有车哦。应该从这开始点吧。哦，什么声音？打开的声音。这男配角看起来不像兽啊，居然不是男主角吗？打开了耶，门开了。你想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相信如果我们在一起会更安全。好，我和你们一起，不过我希望自己不会扯后腿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你很熟悉这个地方，有你和我们一起真是帮了大忙。太好了，我们继续找火车吧。这个男主角，这个尼尔啊，他顶多就是个被包养的吧我觉得他如果 OK 的话应该是被包养的那一种，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啊。想调查一下，我实验可能弄上，你就应该拿一点吗？如果他们只在这落灰太可惜了。你想帮我做一个实验吗？我需要有人来试一种开发的新药。别担心，实验出问题可能性只有 50%， 只有 50%， 那我不建议帮你啊。真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在说反话啊。妈的，
只有五十八怎样？有一个男的比你更落后了，这一半一半啊，一半就会出事啊，肯定有其他线索。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这浪费时间，所有书都读过了，在这两个月也没什么事可做，都是些题材非常压抑的书，不推荐阅读。你知道我们在哪吗？只知道这是一栋奇怪建筑，但我有个想法。哦，我之前就在想，也许火车把灵魂带到了死后世界。啊？什么？你说我们死了吗？是的，我是这样想的。为什么说这种话的时候还带着微笑？我不是故意的。等一下，这不可能。我记得火车上有更多的人，但只有我、Luna 和我到这里。我不认为我们死了。肯定还有另一种解释，但我同意这班火车本身肯定有什么奇怪的诅咒之类的吗？是的，我这样认为。我还是没有足够的信息和证据来证明我的推论是正确的。我们超弱，一下就倒。你看，你听起来像个侦探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将来就是想当侦探。真的吗？你破过案吗？还没有。但我答应 Luna， 我们会从这个地方逃出去，一起解决这个神秘事件。而且我从不食言，呵呵。这真是美好的约定，希望你能实现诺言。压抑沮丧的书，这到底是什么恶趣味的人放的书啊？他是故意放这种书的吧？当车上你个头啊！你没有看过哪个开车技术那么烂的吗？对不对？我不会开车哦，我只会甩尾哦。随便一下的，不好说啊。虽然随便一下就倒，这不是我讲的啊。可是我很认真觉得啊，你们只要有一个人在后面推他一下，马上扑街给你看。没什么，里面有什么有趣的吗？我想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女扮男装。这什么？我想你可以称它为我的房间。你的房间？这个房间有一些床，所以我一直住在这。星期二也住在这。原来如此，那些被困在这里的人把这个房间用作了卧室。以前还有更多人住在这，但现在只剩我和星期二。怎么了？不小心死在陷阱里。他们尸体也消失了，对吧？是的。很抱歉让你回忆起这么痛苦的事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不介意了。别担心，戴安娜，我们会逃离这个地方的。你没必要再住在这里。谢谢。我们能看看这个房间吗？但也没什么有意思的。时间吗？你喜欢那个八音盒吗？我在这找到的。新西亚和我以前会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听他的音乐。我们想着从这地方逃走，努力想着快乐的事情。八七婴儿这样，里面有惊喜啊、哦，真假的？好，来看看。有时候当我们感到绝望，这个八婴儿让我们冷静下来。你的还容易哭，哇哦！你们讲的话比较糟糕吧？我们想象着得不到的未来。啊，那太让人沮丧了，对吧？对不起，这八婴儿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是不是？你把它带上吧。这样等你逃走以后还能记得你的朋友。这个好主意。好，我们来找看看吧，不知道这里面会有什么。一张床但看起来不舒服。那是我的药，你想拿什么都可以哦，就当礼物吧，我们不需要。哎，露娜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们把行李忘在车上了。这张肯定是戴安娜的床。我只能说你的脑袋真的是可怜，真乱，太不好意思。再跟我们讲讲你的研究和实验吧。我又冒犯了吗？我不想对一个侦探讲我的实验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有些实验不太符合伦理道德。你做了什么？